卷王来了，姐妹们啊，低脂高蛋白的鸡胸肉条，9.9块不要了，8.9块不要，甚至7.9块都不要了啊，6.99块到时候给咱们发专，两大包，每包是100克的，给咱们包邮到家。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鸡胸肉啊，真的很健康，咱们里边都是整切原切的鸡胸肉条，外边包裹着鸡肉松还有鱼露，里面给咱们添加的都是海藻糖啊，一共是3个口味，沙爹的、香辣的，还有5香口味的，每个口味都好吃，真的一点都不踩雷，一定要拍4包的或者6包的，因为2包真的不够吃啊，真的是好吃又无负担的小零食。里面都是这种一丝一丝的，可香了，这可是肉啊，越嚼越香。嗯，还是吃肉过瘾呀，它里面腌制的都特别的入味，香辣的吃起来刚刚好，微微辣，不会很辣。啊，那个沙爹的叫沙爹还是沙嗲呀？这个是带有一点点微微甜的那种味道，好吃。咱们再来尝尝这个5香的啊，这5香的颜色怎么看着奇奇怪怪的？哇，你看这里面满满的纤维，满满的高蛋白呀，肉质贼紧实，还特别有嚼劲儿，就真的是越嚼越香。喜欢吃高蛋白小零食的姐妹们，趁着现在这个价格啊，你们能囤的一定多多的囤上2单，这个价格可不是随时随地都有的呀。